了白癜风，是否应该彻底忌掉水果和一切含维生素 C 的食物？多晒太阳能把白癜风晒黑吗？得了白癜风，应该正常食用水果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。维生素 C 是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，维生素 C 不会加重白癜风，反而可能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减缓白癜风的发展，促进白癜风的恢复。白癜风的发病机制，目前主流观点认为，白癜风的发病机制是皮肤局部的免疫紊乱，也就是说，一部分淋巴细胞将黑素细胞误认为不正常细胞，受到病毒感染的细胞或者是发生了变异的细胞，从而杀死了黑素细胞。多晒太阳只能把正常的皮肤晒黑，白癜风是晒不黑的，会加重反差。满脸花的白癜风往往与不注意防晒有关。白癜风皮肤中缺乏黑色素，抵抗紫外线的能力弱，很容易被晒伤，轻则发红起皱纹，加速老化，重则脱皮起泡，长期反复刺激还可以发生